首先像冷冻十昧加无水乙醇，然后再在试管里边加油样和无水乙醇，油样加到刻度线这儿，无水乙醇加到大试管接触到小试管的底部即可。然后这里要插上温度计，如果不好插可以蘸点水直到把它插进去。插好后放在这里边，然后另一个也是这样插好，放在这个孔里，然后打开电源开关，这里可以显示温度，也可以自己设置，然后上去打开，直到达到适量的熔点或者清点值，再自行关